Hello，L 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12月号封面人物昆凌。是一个一年中很重要的一个节日，所以我大概会邀请很多朋友，然后在家吃晚餐，然后把家里布置得很有圣诞的气氛。我觉得今年就是偶像年，就是遇到了两个我很喜欢的两个大明星，一个是 Federer， 一个是 Stephen Curry， 就是网球跟篮球的迷的，就是他们两个，然后今年都遇到了他们本人，然后觉得非常的 lucky。私底下的我觉得比较偏向于喜欢男生的 activity， 因为像打电动啊、篮球，这都是我比较喜欢做的事情。对，对，误解了，你们误解了，大家都给我穿公主装，什么时候可以给我穿个西装？我觉得女生就是勇敢做自己，然后不要被社会太多刻板印象给限制住自己，就是你想要是个怎么样呈现自己，你就大胆的释放自己。